我的爱人是一位20年的焊工，自从用了自家生产的一库四顶连梯，他总是焊工中最出色的那一个人，我非常开心。我对这个机器有很深的感情，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当我们生产第一台一库4.0T 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车间的管理，庆祝最后一台一库4.0T 下线，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。同样对于伊特流工厂来说，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一库 T 是2014年的10月13号开始正式投入生产，然后王经理当时带我去看一个新的机型，他跟我说，然后我当时看了这个机型之后，一个全速的一个机壳，它完全颠覆了我对焊机的一个想象。他说一库 T 从有这个想法开始到正式投入生产，经过了千百次的试验，也是一款千锤百炼的产品。现在一库 4.0T 下线了，我们不会再生产了，它将永远成为历史。这是值得信任的一台焊机，每一台焊机都经过调试、试焊、高温44度几小时拉杆，您值得拥有。一库 T 是生产机型中最多的一种，也是成长路上最大的贡献者。再见一库4.07，一库 T1 的接力，我们将继续全心全力的打造好新的 T1。新版带氧焊的一库 T1， 一库 T1 焊轻便小巧，功率大，刷刷的啊，就是好用，就是好用啊，好用。再续一库传奇，这是一次伟大的征程。